我们这个开始这个现场实习之前，我给大伙讲几句话。第一句话就是非常欢迎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中德的职业技术学员和来自于莱茵河畔的汉子先生，欢迎你。我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咱们今天来，我给大家伙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人翁，新泉生木工大师。新泉生木工大师，驰名中国，驰名中国，在木工行业领域里被称为大师，木工大师。大师这两个字沉甸甸有分量，之所以称为大师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来自于国家认可，第二个方面来自于民间认可。国家认可的层面，它是咱们国家一级国家职业资格一级高级技师木工，这是国家授予的技术等级称号。它还是天津市人民政府授予的天津市木工大师工作室的主人公，这是来自于国家层面。来自于社会层面，它是中国木制品制作委员会的特聘专家，是中国收藏界或者是这个木工行业里边一些社会名流公认的木工大师。像郭德纲来过这个小小的工坊，这里曾经充满过相声语言的欢声笑语。郭德纲来过，在这个屋子待了多长时间？对，待了半个多一个小时。北京的马未都，像社会名流的赵忠祥，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啊。所以天津市的电视台，各个电视台对新泉生大师的整个的这个木工制作过程和他的一些精彩的片段，还有他精美的工艺木工制作品，曾经进行过多渠道多角度的报道。新华通讯社也曾经专门报道过新泉生大师。所以我们从国家层面到社会层面对我们新大师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你们今天来是慕名而来，亲身感受大师工作间的一些工作氛围，跟他近距离接近，由他亲自指导你们做一些手工的把件。今天的是你们最大的目的和我们最高的追求。所以今天的时间，新泉生大师为你们全程指导，完成一个他设计的工件，体现你们对木工这个工作的热爱和你们对这个木工工艺的一种传承。新泉生大师说通俗的话，就是一个职业的木工。从16岁入行，入这一行，他当时入行的想法很简单，什么想法？就是说入一行学一行，把这行干好。为了什么？为了挣钱吃饭养家。没有想到今天的辉煌，但是我们都是职业教育战线的老师们。职业两个字，职业两个字的深刻含义是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学到老干到老，发挥到极致的水平。他把这个木工的这个整个的制作过程他做到了极致。德文讲究极致，他讲的极致加精致，用自己的一生在木工行业里边做出过非常辉煌的贡献。他的榫卯技术，他制作的工艺品，一会儿每位学员我们到大师的工作室仅仅是冰山一角，看一看他制作的每一个的木工工件，堪称绝佳的工艺品。所以我们职业教育老师体会职业的特点，就是干一行爱一行，浸泡一行，干到极致的状态你就成为大师了。大师是经过岁月打磨的和时间沉淀的，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大师也不是一天可以封号的。
所以我们今天近距离的感受一下，提高一下，对我们今后从事职业教育打下一个现实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础。我最后预祝我们所有的学员八个字：不虚此行。后边四个字：有所提高。好，但是怎么下面咱们今天的安排，我做一下布置，做一下布置。一会儿大师把你们今天实习的主体内容，从技术角度给你们做一下布置，加工过程注意的要点做一下说明，安全问题做一下提示。好，这是我们今天上午的第一个步骤。在加工过程当中，你们每一个学员拿出你们浑身的解数去努力，你们的作品完成以后，大师下午给你们每一个作品进行点评，然后推举出好的作品，让大家伙留下温馨而美好的回忆。好，是咱今儿吧，大伙来了，我也不怎么会说，就做一个鲁班锁，就是鲁班锁六条的，一会儿上那去领料，领完料之后呢，你们这工位弄好了，我有那你到时候你就做就行了。用工具的时候在前面别碰手，一会儿叫我这徒弟教你们，这个铲前头不需要手，别碰手，把活做了就行了，好吗？这家，我不是，这就是我做那啥嘛，在连城工，这是用一块木头，在连城下班，一块木头做，下班是下树，把这个东西国内的是一块木头，就是扣，先把这拉开，扣出来的，对，我们也见过那新的徒弟。那边儿还有那个老师，你们还单子下来吗？这木头纹里头对着的，纹呢都对着纹，看都是一块木头。你可以想，这是单一块木头，对，抠拿工具给它抠出来，先把这拉开，非常小的手工工具，或者再把非常小的手工工具，一块木头抠，看看你下不去了，就是一个抽屉站。它实际上长也是可以，这是这个夏天的时候，你可以当小凉枕啊。夏天的时候，这是一个乘凉的枕头。对，哦，这是我忘记你这个对，这叫虾蛋。对，实际上它一块木头抠出来。对，好，对，对，那我是有工作的。我，对。对木工这个工作的热爱和你们对这个木工工艺的一种传承。
我们都是职业教育战线的老师们。职业两个字，职业两个字的深刻含义是干一行爱一行浸泡一行。两个字，沉甸甸，有分量。大师是经过岁月打磨的和时间沉淀的。不虚此行，有所提高。